下一个节目，他是我们张文礼也蛮就是很骄傲的一个音乐国乐团，也就我们的新乐国乐团哈。那因为他们都很远才来，所以我们把它欠请一下节目。所以再一次请大家记得，每一年我们在年底，尤其今年我们应该会安排在11月21号哈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11月21就在我们景美女中的大礼堂，我们一样会有一年一度的大型的音乐会，也欢迎亲朋好友们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么美好的音乐会。我想在张文礼，我们会持续去为大家做服务。好，请现场的朋友掌声欢迎新乐国乐团，由徐文忠徐团长所带领的新乐国乐团，欢迎他们的演出，请掌声欢迎，谢谢。没有掌声哎！再次欢迎新乐国乐团，他们带来四首曲子，谢谢。第一首是丢丢档啊，丢丢档是那个形容那个水滴落在那个隧道里面的声音。查哦，如果会讲闽南语，哪样讲台语的人，以前细汉坐火车拢知影这条歌，丢丢档哦。来，掌声欢迎新乐国乐团。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